哟，现在还有人搞破鬼屋，走啊，进去看看。等等，我们这个鬼屋可恐怖了。啊，恐怖，我连真鬼都不怕，别说是鬼屋的假鬼了。就是，不过小妹妹，你们是不是也扮鬼呀？等会儿哥哥就进去找你玩。就这，帅哥来玩。小妹妹，快来陪我呀！小的们，把他们给我拖进锅里。遵命。我们错了，别过来。就这胆量也敢进来？